盘点人类与动物的无障碍交流。你是鸭还是鹅？美丽的黑天鹅，我会找到男朋友吗？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配吗？我不会找到男朋友吗？走啊，青海湖，兄弟，青海湖往哪里走？啊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吗？算了。那我问下一个哈，漏了漏了，水漏了，下面喝。哎呦我的妈！土豆儿，过来，来把我撞死来。牛牛，你走到这边，这边，我过那边，好不好？再往前走一点点。谢谢牛牛。哎呦你别笑。哟，这要往哪边走？哎，牛哥，今晚都给往哪边走？哦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咦，太熟悉了，很。老公，你过来一下。哎哎哎，你干啥去啊？人家叫老公呢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咋了，媳妇儿？我渴了，你帮我拿壶水。那胖子，你去吧。开门啊，外卖拿好啊，别偷吃。那你爸跟我个好评，哎，听见了没有？都被盯着那两个死狗！哎呦我的妈！上去了，把你的足球带上，足球。好，上。要进去一点。走这边。吉吉，你没喊果果呀？去喊果果。吉吉，还差小白呀？你去跟小白说，你妈喊你。小白，哎，他真的来了，拜拜。我今年旺不旺？